你的星座在法国人眼里是怎样的个性呢？前几日和几位朋友聊天时，发现法国人对每个星座个性的理解和大家平时听到的很不一样，所以我收集了一些法国人对每个星座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何不同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毛静，请留言告诉我你觉得哪边的解释对你来说更加准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并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 Astrologie 占星术在欧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人们发现一年之中太阳会在恒星之间移动一整圈，这个轨迹被称为黄道，而这些经过的星座就被称为黄道星座。人们把天上的恒星组合起来分为十二组，并以神话中的人物或器具来命名十二星座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出生日期对照出自己的星座，当太阳位于哪个星座就主宰了人的个性。我们从十二星座的第一个星座母羊座开始。母羊座是火星的孩子，天生好动，充满活力，却又非常冲动，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。整体来说是一个热情的人，喜欢被征服，但更愿意征服别人。金牛座多活，出生在春分和夏至之间，拥有强大的工作能力。金牛座的人渴望度过安稳的一生，物质上如果得到满足会使他们更加安心，喜欢简单自然，也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。金牛座的人多愁善感，保守，有一点以自我为中心。双子座 Gemeaux，喜欢与人交流，有强烈的好奇心，外向友善，也很聪明，可以很快地适应新环境，却也很敏感，在内心深处时常不确定自己的位置，一直不断地寻找真正的自己。巨蟹座 Cancer， 夏至过后就是巨蟹座，他们有些害羞，也很敏感，常常怀念过去，尤其是童年的时光。巨蟹座的人都很温柔亲切，懂得倾听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喜欢被朋友包围和保护，有时也很慵懒。狮子座 Leon， 狮子座的人都很热爱生活，大方热情，很有野心，却也骄傲强势，有时甚至苛刻，不懂得妥协，非常喜欢替别人做决定。处女座 Vierge， 出生在秋分之前，工作非常努力，但常常会把问题的矛头指向自己。在执行一件事情之前，他们会先研究、分析、测量，最后才会开始行动，非常有组织安排能力，也懂得自省，但时常过于认真。天秤座 Balance， 喜欢追寻和谐和平衡的环境，无论是在和家人、爱人还是朋友的关系中，都希望寻找一个完美的中间点，找到刚好的关系。天秤座的最大愿望是与身边的人都能融洽相处，并永远做最正确的决定。天蝎座 Scorpio，是十二星座中最富有热情的星座，虽然充满热情，却同时也非常冷静，一旦开始就会坚持到最后。天蝎座的人也很有创意，但有时也会把这些创意用在不好的地方。射手座 Sagittaire， 出生在冬至前夕，射手座的人都非常热情开朗，乐观慷慨，也很喜欢冒险，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幸福，乐于助人，很积极，喜欢简单直接。摩羯座 Capricorn， 很有耐心，决定了一件事就会坚持到最后，很谨慎，经常采取防范和怀疑的态度，喜欢与人保持安全距离，不相信任何人，但集中力非常强，不轻言放弃，
做每一个决定都非常的冷静。水瓶座 Verso 很不在乎物质，他渴望脱离现实的环境和社会灌输的原则，树立自己的价值观，并维护他的思考和行动的自由。他是独立的，不守规矩的，好奇和多变的，他能够适应所有的环境。双鱼座 Poisson 常常被情绪控制，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，却也很敏感感性，非常有想象力。他非常慷慨大方，有时甚至过于慷慨到自我牺牲的地步，但因为太敏感，所以时常焦虑，常常被小事所困扰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别忘了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觉得哪边的解释对你来说更准确呢？偷偷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心理的小试验，我会在 Instagram 上公布结果。Au revoir et à bientôt!